here looking for the Ozmatch.大家好，欢迎回到 Kevin 的频道。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 Toy Hacks Labels for TLK Berserker。 那这款电影最终骑士的 Berserker 在我心目中的评价并不是说非常的高，车型的涂装看起来是普通，尤其是我在车尾的这个地方扣不起来，让我非常的不爽。那前阵子在 Toy Hacks 的官网有特价，我就趁着特价买了一些贴纸回来，也买了这款 Berserker 的升级贴纸。贴纸的内容物总共有三张，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它贴完升级贴纸之后的表现如何吧。终于贴完贴纸了，贴贴纸的时间总共差不多是一个小时左右。在载具形态之下贴上了升级贴纸之后，我个人觉得是加分不少的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细节。首先看到它的车头，车头灯有新增两张大灯，前面这里也有新增细节，下面这里也新增了一张狂派的标志，引擎盖新增了 Police， 挡风玻璃也新增了警示灯的刻画，车顶的部分新增了 SWAT 245。在警示灯的部分呢，也新增的细节贴纸。那在贴贴纸的时候没有遇到什么困难，这些贴纸都算蛮好贴的。后照镜两边都有新增警示灯，看到车子的侧面呢，整个是改头换面，好看的非常多。这边有新增245 Police 以及 SWAT 也就是特种部队的缩写。下面这边有新增白色的条纹，后面的车窗有新增 Police 以及一些细节刻画，下面还有新增 To Punish and Enslave， 油桶有新增细节，旁边这边还有一个911。看到车子的后面，后车窗有新增细节贴纸，车尾灯也有补强贴纸，这里有新增245以及一些文字，旁边这里有一个小人拿着一个东西，不知道是什么东东。然后就是我最爱的车牌，这个车牌呢有非常多种选择，我这里选的是 Predator， 贴纸还有其他车牌的选择，另外一面基本上是差不多的。那这边的文字呢改成 Keep Calm and Hail Megatron。 在载具形态之下贴上了这些升级贴纸，看起来是加分非常多的，整体的观赏性是大大的提升了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人形的表现如何。在变为人形之后增加的细节并不算多，前后的改变也不大，那我们就直接来看一下新增的哪些贴纸吧。首先在肩膀的部分新增的细节，手臂的内侧也新增的细节贴纸，两侧所新增的图案不一样，这边是一些赛博坦的文字，以及这边有一个狂派的标志，另外一边则是一些图案以及刻画。小腿的两侧补强了细节，脚掌的部分也新增了细节。看到人物的后面呢，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。
那这一款由 Toy Hacks 所推出的 Labels for TLK Berserker， 在升级过后，车型看起来是改变了非常多，整体的观赏性加分了不少，人形之下改变的就并不多了。那这款玩具原本我对它的评价并不高，在贴完升级贴纸之后呢，在我心目中有提升了一些地位，尤其是在载具形态之下，这份贴纸的质量以及做工也都还不错，贴的过程没有遇到任何的困难。那我原本就非常喜欢把玩具加上一些细节补强贴纸，对于这份贴纸的表现我也算还蛮满意的。那今天这款电影最终骑士 Berserker 升级贴纸的分享就到这边告一段落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帮我按个赞，分享给朋友，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Robotic organisms from the planet Cybertron.